你在找什么呢？我找泡面呢。冰箱里有鸡蛋和面条，你可以自己煮来吃。那个太麻烦了，我喜欢吃泡面。我们家没有泡面。有的，我买了，就是忘记放哪儿了。可疼了吗？嗯。去坐吧，我来泡给你吃。谢谢啊。铃木男主人，你是要做医生的，泡面不健康，你应该吃了才对。就你话多，闭嘴。面好了，耶！谢谢啊，好香啊，那我吃啦。好吃，你要吃吗？我就不吃了。你吃吧，我买了好多，我请你，我不收钱。好吃，可是泡面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防腐剂以及超标的盐分，对体内的肝脏有巨大负担，不宜食用。你想吃就不给你吃，你只能吃电池。哼，好好吃哦。余学金，你真的不吃吗？我就不吃了。那你坐在这里干嘛？我是怕你把桌子弄脏了。哼，我弄脏了，我自己知道收拾。哼。哎，我刚才也撞得太狠了。把我聪明的脑袋都给撞笨了。进来。谢谢。早点休息。贴心。